这一切均源自一个梦想，将美、快乐和艺术融入自然的构想。Ferrari 是一个传奇品牌，这种香槟酒已产自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心脏地带的特伦蒂诺地区的霞多丽以黑比诺葡萄为原料，借助瓶中发酵法酿制而成。其产地葡萄园位于高海拔山区，采用可持续办法种植。Ferrari 的故事始于1902年，朱里奥·Ferrari 有一个梦想，在他的家乡白云石山脚下的特伦蒂诺创造一个绝世无双的香槟酒品牌，连陈旧的瓶子都是他的精心设计，由此经他制造的每一瓶酒都成了艺术品。1952年，朱里奥选人布鲁诺·卢内里作为他的继承人，将他的梦想传递给他的后人，从此这个关于酒的故事变成了卢内里的家族奋斗史。Ferrari 成了典型的意大利式铸酒，在光芒四射的文化展、时装展、电影和体育赛事上，意大利人都饮此酒纪念令人难忘的时刻。卢内里家族的第三代接班人的梦想依旧鲜活，如今在世界各地， Ferrari 已成了代表意大利生活艺术的形象大使。